哇，我先把那个我们自己好的菜拿过来啊，鸡丁味只是吃火锅的啊，哇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百草汤，哦，是吧？哎，好香，好香吃，我想吃土豆，香的，香臭香臭的，它不是什么好多，我觉得它那个味道，对，就是你炒料的感觉的味道，植物的腥味儿，而且我们没有闻到过这种味道，这个是百草汤，放起来你们，等一下你先吃才知道，啊，百草汤就是你们这儿当地的一种传统，当地一种茶汤，就是你把贵客来才也吃，是吧？先吃了吧，来吧，快，鲫鱼它很久了，都能吃了，哎，都能吃的。 我这个牛肉好像有嚼劲哎，是吧？香的牛肚也很好嚼烂，是吧？嗯，停不来，啥呀？太好吃了，在这个，好吃啊！有没有这种满足感？ 好吃，真的好吃，太好吃了！想不想在这开民宿？这个怎么做的？就是那个杀牛以后，就把那个牛肚，它就是一百种草，它就是经过加工的时候，它就是有四个味，一个细化加工，那个牛肚里面还有一些没有完全细化的那些草，啥呀？那个小肠没有完全消化完的那个草。 等一下，小肠里面没消化完的，那就是不要想了，好讨厌哦！所以我们刚刚那个闻到的可能不一定单单是草的腥气，可能是牛胃液的腥气。对，这牛肚，唾液是营养的，好吗？我的天哪！哦，你就煮一条鱼，这条鱼，请出来以后，你就把它慢慢的扒掉。 拌料以后，你要把那些葱啊、蒜啊这些香料呢，就是也是都是本地种的，是吧？结果把它搅起来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还有那个骨头，就是烤起来吃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哎，不要忘记还有三个人，那边去悬崖，好像。说不定他们也有好吃的呢。吃那个天麻鸡嘛，反正就是。哇哦！ 天麻炖鸡来了，哦，香好香。我看着就很好吃啊！哇，这里很舒服哎。那我们这里的空气也很好，是因为在雷公山，它的负氧离子含量比城市是3000倍。 空气好，水好，三千倍，对对对，它跟杭州比吗？对，跟我们的一线城市比，对。赶紧不要浪费。